Shalom Yerushalayim Yishlayu Ohavayich Yehi Shalom Bechalech Shalva Bermonotayich。 弟兄姐妹平安， Shabbat Shalom， 我们一起来祷告。 Avinu Shabbat Shamayim，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在我们人生的每一步路，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天梯。主，让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让我们能够因为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力量。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今天的信息当中，让我们真知道也真明白主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带给说的听的主，我们都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话，从你而来的爱，从你而来的信心。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专心的聆听你的话语，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 Parasha 的题目 Vayeze， 意思就是他出去或是他前往。这一周的妥拉是从创世纪二十八章第十节到三十二章的第三节。哈夫塔拉先知书的部分是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七节到十二章的第十二节。而新约的部分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到五十一节。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周的妥拉每一章它的内容。第二十八章我们看到是雅各他看到了通往天堂的梯子天梯。二十九章雅各他遇到了拉班，雅各为了利亚跟拉结他服侍了拉班十四年。同时连接到第三十章，我们读到了雅各的四个妻子，以及除了便雅悯之外的以色列是一个支派的诞生。雅各运用了神所赐的智慧，他智取了拉班。而三十一章，雅各带着全家离开了巴旦亚兰，逃离了拉班，前往他的父家，他往他父家的方向走。而拉班呢，他如何追赶上雅各，与雅各立约？三十二章虽然短短的三节，我们看到的是雅各在行路的时候，神的使者、神的军兵遇见了他。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去，就是以东地去，先去见他的哥哥。这周的妥拉蕴藏了许多的奥秘，值得我们一起进入来挖掘。雅各从以撒的子嗣转变为有了自己的子嗣，期间神给了雅各一个异象，他看见了神的天梯，似梦似真的神重申了与亚伯拉罕、以撒对于子嗣的应许，也将这个应许给了雅各。所以在二十八章第一开始第十节的地方，我们说到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当雅各出了别示巴，象征着预表着雅各他离别了，告别了过往，向着哈兰走去，展开了他生命中的新的旅程。而这两句话的中间发生的是雅各的人生产生巨大的事情。接着说，雅各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石头的这个希伯来字是阿贝，是阿爸，我们知道天父父亲，那贝是子，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父与子的形象。而他的希伯来的原意是基石。犹太人有一个说法，由于我们都知道肚脐位于人体的中央，以色列的土地也是在
整个世界的肚脐，位于世界的中心。那么耶路撒冷在以色列的中心，耶路撒冷中心是圣殿山，而圣殿山的中央，那么就是圣殿，圣所中央的约柜，圣所前有基石，世界是由此建立的。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不清楚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好像石头会常常出现在经文当中，甚至石头还会有名字，石头也会呼叫。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十二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一谢。所以我们看到石头是有名字的，以便一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个以便一谢是 Ebenezer， 以便一谢，有很多以色列人他们有这样的名字，以便一谢。而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说到，墙里的石头必呼叫，石头是会呼叫的。而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四十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所以在撒加利亚书三章九节说到，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有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石头有很多的作用，它可以作为证据。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六节说，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当约书亚过了约旦河的时候，他在约旦河摆了十二块石头，过了约旦河之后，将这些石头摆放在过了约旦河的地上。他说，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我们越过约旦河的证据。那申命记二十七章第三节，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面。而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读到，当拉班他追上逃离的雅各一行人的时候，在这周的妥拉创世纪三十一章第四十四节说，你我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雅各就拿起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又对众弟兄说，你们聚集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累德，以石堆为证据的意思。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个地方名叫做加累德，又叫米斯巴，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你若待我的女儿，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虽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是证据。所以石头立作证据，就如我们所知道的，立约之后大家就要吃吃喝喝，就像在西乃山上，当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了之后，长老就在山的中间，他们吃吃喝喝，观看神的作为。石头也可以当作纪念。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四章第七节，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所以石头可以当作纪念，而且石头还可以当作武器打击敌人。像大卫当他击倒哥利亚的时候，他就是用石头用击拳甩出去打倒了哥利亚。那石头在圣经上面看见
他又可以成为绊脚或是敌人。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八节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或者另外的说法是，他们绊跌都因不顺从道理，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所以石头它可以用来绊跌、绊脚或是跌人。立殿的根基，石头又可以作为立殿的根基。在列王记上第五章第十七节，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即又可以用来建殿。而石头也可以成为房角石，在诗篇第118篇第22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从新约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20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有耶稣啊自己为房角石。房角石石头它也可以扶持人来成就大事，就像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的战争，他说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一直到以色列人赢了。石头也可以用来筑坛，生命记第27章第6节，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石头常常有人用来雕刻偶像，所以耶利米书第3章第9节，因以色列人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地就被玷污了。他们跟石头跟木头行淫，是因为他们膜拜石头跟木头，与他们行了邪淫。那石头我们可以常常看见，它是一个用来惩罚的工具。常常有人在圣经上面，我们可以看见，当人犯罪的时候，或是得罪了神的时候，在圣经上常说，就用石头将他们打死。Okay. 所以从以上我们可以看见，石头虽然它好像不值钱，被丢在地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石头，但是你们会发现，为什么在圣经上面这么常常用石头来做比喻呢？因为根据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事实上他们所住的地方是充满了岩石，很多的石头，所以当用石头来做比喻的时候，让他们就能够很容易的就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在创世纪第28章所说的这个石头 Aban， 事实上呢它是一个复数，这个字的石头与出埃及记第25章说到大祭司身上所佩戴的以弗德上面所镶嵌的宝石，事实上它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这12个宝石代表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我们回到这周的妥拉，在创世纪第28章第11节，他说到，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中文的圣经翻译为一个地方，但是并没有说那是一个什么地方。那希伯来字这个一个地方呢，它叫做 makom， 是固定的或是特定的一个地方。在创世纪第22章第2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了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
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哈马空，所以到了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三节，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哈马空，同一个字。当我们回到妥拉，说到雅各，根据犹太圣贤的说法，他说雅各拾取的是十二块石头，将石头排在头的四周，当作保护，当作是一种遮盖，防止野兽侵袭。所以诗篇十八篇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 Aben 这个字在这里是一个复数，与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说到的大祭司身上以弗德上面所镶的宝石，它是同一个字 Aben。 这个以弗德上面的十二个宝石呢，就代表着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犹太的解经家会说雅各他失去了十二块石头的原因。当他把这些石头拍起来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保护，是一个遮盖。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他说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而这灵磐石就是耶稣啊。耶稣啊就是我们的遮盖，就像丈夫对妻子也是一种遮盖一样。第二十八章第十二节说到雅各梦见了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这段经文有几个字，希伯来数字都是130，当你把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得到一个让你非常惊讶的奥秘。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数字130，在这个中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神要对你我来说什么。而这个数字事实上呢，130与耶稣啊有关系。梯子在希伯来文是 sulam， 希伯来数字也就是130。梯子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的道路，是天的门。这里说到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而在约翰福音，我们这一周的新约里面，最后一节第一章51节说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我们对比之下，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啊就是通往天上，通往神的梯子。而另外一个数字是柱子，这个数字阿玛，它的希伯来数值也是130。这个字同时也出现在出埃及记第13章第22节，带着火的柱子阿玛叫做火柱，带着云的柱子叫云柱。所以当雅各的石头立起来的时候，就成为柱子，就成为一个保护。而另外一个字非常有趣的就是西乃 Sinai， 这个希伯来数字也是130。我们知道在西乃山颁布的是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说到西乃的时候，我们知道西乃之约就是神颁布的他的话语。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第一章第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耶稣啊就是神的道，神的话也就是活的妥拉。而神的话要摩西写成歌，生命记第31章第21节，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为领他们到我所启示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所以
雅各不但立起了柱子，浇上了油，他将原来叫做路斯的那块地方的名字改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最重要的是，雅各他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当我读到雅各的祷告时，我看见了他讨神喜悦的特质。所以在圣殿山上的石头见证之下，雅各似梦似真的看见了天使上去下来的天梯，看到了神，而神也亲自宣告了亚伯拉罕、以撒的福要流到雅各的生命当中。雅各梦到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或说站在他的旁边，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记住这个后裔是单数，得福。这是神对雅各子嗣的应许及祝福。而当天门开的时候，神的使者追随着耶稣啊上去下来，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往这个梯子就是耶稣啊。随着耶稣啊的降生，这些天使与主一起下来。当耶稣啊升天的时候，他们一起与主一起上升。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后裔指的就是那个指定的后裔，人会因他而得福。接着神说，我也必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回到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是神的话语。想想雅各当时当他逃离父母的时候，逃离了这个要杀他的哥哥，他只知道听从父母的话，要前往哈兰巴旦亚兰，那是一个未知的未来，不知道在那个前头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景况，但是他还是硬着头皮往前行。但雅各当他在神的山上遇到了神，得到神给他的话，就像强心针一样，是挂保证的。雅各遇到了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啊，就如我们刚刚读到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耶稣啊就是通往天上的天梯，是通往神的梯子，他是人与神之间的桥梁。所以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是否也有同样的经历？中国有一句话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这个关键是因为雅各他遇见了耶稣啊。所以当雅各他睡醒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但雅各他并没有把这个当作好像是梦一场一样过了。所以清早起来，雅各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
摩特利，也就是神的殿。当然我们也知道后来的第一、第二圣殿都是建立在摩利亚山上。在创世纪22章中，这座山确实也是摩利亚山，也就是亚伯拉罕献他儿子以撒的地方，也就是雅各他看见天使上上下下的那一座山。然而当雅各在天梯上遇见了赐福给他的神，我想此时的雅各他一定满怀的信心，准备迎向他的祝福。然而离开伯特利之后20年，巴旦亚兰的生活，在这周的帕拉夏中我们读到，当雅各到了巴旦亚兰，他看见了很多牧羊人在那边引羊，他就遇见了拉班的女儿拉结，他就与拉结一见钟情。那个时候当拉结回到家中与他的爸爸拉班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拉班飞奔地跑出来迎接了雅各，所以雅各呢就与拉班同住了一个月。拉班说要给他工价，然而雅各心甘情愿地服侍7年，为的是他要娶拉结。那这个条件呢，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妥拉中间看见，是雅各自己提的，自己说的，为了心爱的人。所以经上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然而新婚之夜之后，他发现居然与他同房的是利亚，是拉结的姐姐，他就与拉班去争辩。拉班为了利亚就说 OK， 那就等7天，有7天的这个蜜月期，然后再把拉结给雅各为妻。然而还要为这个服侍7年，拉班。雅各娶了4个妻子，他总共生了11个儿子1个女儿，所以每一个孩子的名字都与母亲当时的心态有关系，这就是12个支派的雏形。当约瑟出生之后，我们可以看见雅各他其实想家了，跟拉班提出来他想要回去。拉班知道并且他已经算定耶和华神赐福给拉班是因为雅各的缘故，所以这个时候雅各呢他就提出了工价，他将羊的颜色来区分。因着神的眷顾，我们可以看见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奴婢、骆驼和驴。所以他趁着拉班不在，雅各就带着所有的家眷跟他的资产就逃跑了。这段时间拉班他改了雅各10次的工，所以让雅各非常的不满。所以当雅各预谋他要逃跑的时候，他就对利亚跟拉结说，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因为神应许，他的应许从来不落空，并将神对他所说的话说给2个妻子听。神的使者在梦中呼叫雅各说，雅各，雅各，雅各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斑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对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这个神的使者是未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啊。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到你本地去吧。这段经文让我们来看神如何的回应伯特利的应许。第一个，神说我与你同在，所以神常常与雅各对话。第二个，神不容许拉班来害雅各。第三，神将拉班的牲畜夺来赐给了雅各。四，拉班与雅各所做的，神说我都看见了，他看见了。第五，神他与雅各立约，他从来不失约。第六，神在梦中他甚至
对拉班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所以伯特利的神是守约施慈爱。当雅各再一次来到伯特利时，已经相隔20年，从神的赐福到应许历经了20年。这一路走来，神给雅各的应许并没有即刻就得到应验，跌跌撞撞走了20年。但如同哈弗塔拉和西阿书第12章3节所说的，雅各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他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12章12节，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知道服侍的就是拉班，为得妻与人放养。20年来，雅各正如12章6节说，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我相信这是雅各在他一生中间他坚持不断持续不断的，他就是谨守仁爱公平。过往的雅各当他出生的时候，紧紧地抓住了哥哥的脚跟出来，与母亲利百加利用欺骗的方式取得了长子的名分，以至于他的哥哥以扫要杀他。在那一段时间，雅各用尽了欺骗欺哄的方式，好像在过他的日子。但是当他在伯特利遇见了神，他的人生开始走不一样的道路。虽然这20年来很辛苦，他也遭遇到拉班对他的不公不义，但是当他归向神的时候，他谨守仁爱公平，并且他常常等候神，听神的声音，了解神的心意。先知何西阿他对犹太人背弃神的谴责开始，然而何西阿向人民保证神不会抛弃他们，而且他不会将他们交在列国的手中，我不会带着强烈的愤怒采取行动。神说的，先知也说了北以色列王国的罪行以及犹太王国未来的堕落，他将他们的行为与他们的祖先雅各的行为做了一个对比。雅各忠于神并人战胜了敌人，无论是人还是天使，雅各都战胜。许多的时候，当我们听到神亲自对我们说话，然而神所应许的祝福有些时候好像不会立即的来到，这个应许这个祝福是需要我们付上代价的。或许这个应许完成的时间要经过非常非常的长，就如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的祝福，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加拉太书3章16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而加拉太书3章14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啊，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加拉太书3章9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个应许的祝福正朝向100%的应验当中。而距离神第一次对亚伯拉罕说的应许，经过了许多的世纪，而这些都是因为一个人的顺服。如同希伯来书第11章8节，亚伯拉罕因着信
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就是顺服。但是我们要如何顺服以至于蒙福呢？信的基本信念就是顺服。顺服，我们要顺服什么呢？顺服神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而神的话早早的就已经给了我们，就在他的妥拉里面。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子，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经历了耻辱，最终使父神的话、父神的名字得到荣耀。从今年十月七号，对许多人来说是追星的一天。就在1784年，祝棚节结束，进入欢庆妥拉节，也是在赎罪日战争开战的50周年隔天，以哈马斯为首的巴勒斯坦武装团体，他们用惨绝人寰的方式屠杀了许多无辜的居民，甚至连孩童他们也不放过。对以色列人来说，似乎完全出乎意料，至少有1200名以色列人和外国公民在10月7号的袭击中遇害。而令全世界震惊的，不仅是以色列哈马斯战争里惊人的伤亡总数，还有就是哈马斯残暴的程度，雷姆音乐节大屠杀，现在目前已经知道有260人被杀，至少有200名以色列平民和战俘被劫持到加萨成为人质。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当即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的状态，除了后备军人动员，更集结3军准备全面攻入加萨走廊。纳坦雅胡强调，以色列处于战争之中，我们是将这一惨烈的黑暗之日复仇。他要将哈马斯彻底的消灭，彻底的从加萨消灭掉。以色列政府他们当即宣布，他们要开始空袭加萨北边，双方就爆发了武装的冲突。哈马斯称这次的行动为阿克萨洪水行动，从加萨地带他们向以色列发射愚昧的火箭弹，同时约有2500名武装分子突破隔离墙，突袭加萨周边的以色列地区，并在邻近的犹太屯垦区屠杀平民，袭击以色列 IDF 的军事基地。当时至少有40多个国家将这样的一个突袭，他们称之为恐怖的袭击。但是哈马斯说，这一次的袭击是为了要回应以色列亵渎了阿萨克清真寺及对加萨地带的封锁，并且他们说以色列定居点的每年的扩张，以及以色列在他们定居的地方实行的暴力的行为。他们更说到，因为以色列数十年来对巴勒斯坦人的暴行，以至于他们这一次攻击，他们使用卡车、皮卡、摩托车、推土机和滑翔伞，他们从加萨潜入以色列来进行这一次有计划有规模 的攻击。而哈马斯劫持民200多名的以色列平民和战俘到加萨作为人质，并将这些人质当作谈判的筹码，这是他们早早就已经策划好了。而以色列国防军 IDF 他们发动的叫做铁剑行动，
空袭加萨，然后他们正式向哈马斯宣战。在冲突开始的前六天，以色列总共投下了6000枚的炸弹。这次战争是继赎罪日战争以来数十年来最强烈的一场战争，是第五场发生在加萨地区的战争。而10月9号，以色列开始全面封锁加萨地带，切断对该地的食品、水电和燃料的供应，加剧了很多人道主义者的担忧。10月13日，以色列他甚至先要求加萨北部的110万平民全部撤离到加萨的南部，但哈马斯却持相反的意见，他呼吁居民留在家中，并封锁了通往南部的道路。而到了10月27号，联合国大会他们投票，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国家他们呼吁立即实行人道主义的停火。媒体的报道，大量的平民在战争中遭到杀害，更持续的有许多以色列攻击加萨地区医院的画面传出来，平民的指控。于是当战争持续时，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反以色列的示威行动在各地举行，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大。而截至10月30日，空袭已经造成7000名巴勒斯坦人和许多的联合国工作人员他们的死亡。但当我们面对了世界的报道的时候，很容易将黑白颠倒。但随着以色列展开地面攻击，媒体更多深入的报道，就发现原来在加萨地底深30公尺下有许多坚固的地道，他们将这些地道建立在清真寺，特别是医院，成为哈马斯恐怖组织的大本营。在这个里面有空气，有水，藏有各样的武器。所以以色列当局知道，如果要进行巷战，一定会造成更多的死亡，所以他们就开始轰炸这些医院。而轰炸医院所造成的就是更多人的指责。但当我们看到这些真正的报道，我们相信这些地道的建造绝非一日，这整个攻击的计划持续的一定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在全世界每年有许多资助巴勒斯坦在加萨的建设，我们却看到这些捐款全数落入哈马斯的几位首领。我们也从报道中看见，哈马斯的首领都不住在加萨，他们住在卡达5星级的酒店，他们没有拥有别墅，他们是住在5星级的饭店。而之所以住在5星级的饭店，是因为逃跑容易，他们享尽了一切的奢华。当报道中间看见他们吃喝玩乐，他们有着私人的飞机，来往于世界各地，他们去为加萨募款，而募来的钱事实上并没有改善加萨地区百姓的基本需求，反而用在军事的武器的加强。首脑们 每个人的身价都超过50亿美元，他们的生活极其的奢华。那么有很多基督徒就开始在讨论，以哈战争是圣经末世预言的开端吗？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说到，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而身为耶稣啊的心腹，我们要时刻警醒。耶路撒冷是末日所有的焦点，正如以赛亚书62章第6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第7节，也不要使他歇息，
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弟兄姐妹，这场战争将会持续多久？我想没有人会知道，但是深知道我们的神掌权，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军队的元帅。让我们一起成为耶路撒冷的守望者，昼夜不停息的祷告，一直等到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曼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今天的信息，主，让我们真的知道你就是天梯，就是通往父神，你就是活着的妥拉，你要我们顺服以至于蒙福，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立定志向。主，我愿意在你的话语中间更多的来贴近你的心，知道你的爱。主，或许我们做得不够，但求你圣灵亲自的来引导我们，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特别为耶路撒冷来求平安。主，愿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全地全境都沙龙，充满了沙龙，平安在内地。或许我们看见有很多敌人的攻击，但我们知道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你是掌权的主。这一切你早早就将你的话语放在你的妥拉中间。主，让我们每一个人更多的进入你的里面，知道你的心，知道你的爱。我们按着你所说的去做，按着你所说的去行，让一切主都让我们能够明白了解，让我们也能够成为耶路撒冷的守望者。那我们昼夜的祷告，主，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你的手中，你掌权，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在你的里面，一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沙路沙龙耶路沙来Yishlayu O'avayich Yei shalom Bechalech Shalvah